图腾专业在视觉与故事特色，有抢眼的图腾元素与都会区域共鸣。此货柜屋还运用了弯曲土地领域颜色，在门边与符文图腾元素连接呼应，展现出浓郁的部落特色。透过这些精心设计的图腾元素，这座货柜屋呈现出强烈的部落特色，让人感受到台南永康的文化氛围。图腾说明，使用中牌湾来一箱三种主颜色黄红绿，再搭配亮色，从货柜的左上方赋予中牌桃湖太阳神力示意图，再连接窗户符文图腾图样，贯穿土地结界领域的斜线图样作为区隔，再用部落月桃花作为连接视觉效果。门槛上两边有部落领域猎人守护，左边头饰三只羽毛，手持长矛，右边猎人头饰赋予一只羽毛，手持弓箭，两者为领域守护的精英猎人。门槛上有桃湖冉冉升起的烟影，弯曲图腾为燕语样式呈现，沿住门槛开出创新的花样图腾。门边使用弯曲土地领域颜色，连接呼应符文图腾元素。货柜右边赋予部落时常看到的大自然黄色斑蝶图腾，尾随的圆圈为生态环境的缩小锐减消失，给自然生态的人们一种警示跟接近，也如同我们山原脚踏这领域的无可奈何努力扎根的模样，展翅翱翔天际的领域，飞越结界的土地，在异地萌生扎根，再一次呼应此地的族灵。不管您是贵族头目，来到此地就如同看到图腾的世界了。回归团结时代跟努力扎根的分享精神，持续用爱分享一切，感恩分享。音乐，鼓楼马姐。